马太福音二章一到十二节，希律王执政的时候，耶稣生在犹大的伯利恒。有几个星相学家从东方来到耶路撒冷，他们说那个生下来作犹太人的王在哪里？我们看到他的星出现，特来去朝拜他的。希律王听到之后就心里不安了，全耶路撒冷的居民也都是这样。他就找了那班祭司和民间的经学家，问他们了，基督应该是生在哪里的呢？他们答，应该是生在犹太的伯利恒，因为那里有先知在经上这样讲的，犹大地的伯利恒啊，你在犹大的领袖中并不是最小的，因为必有一位领袖从你那里出来，牧养我的子民以色列。希律呢就叫那些星相学家，问下他那个星出现的时候是几时的，然后就派他去伯利恒，就说了，你快点去仔细呢去寻访那个小孩子，找到之后呢跟我报告，等我呢也都去拜他嘛。他们听到命令之后就去了，他们在东方所看到的火星呢突然间又出现在他前面，带他们去到小孩子去的地方。在这段时间其实耶稣已经是两岁了，就在上头停了。他们看到那个星就很开心，进入那间屋了，看到那个小孩和玛利亚就俯伏拜他，因为他是圣子来的嘛，是真神来的嘛，并且打开宝盒，有黄金、乳香、没药做礼物献给耶稣。后来他在梦中得着指示，就不回去希律那边了，就经第二条路回去乡下了。到来朝拜圣子，夫妇敬拜真神，齐来一齐来虔诚同拜上主，圣父独生子受生并非被造，齐来虔诚通崇拜，齐来虔诚通崇拜，齐来虔诚通崇拜主基督。到来朝拜圣子，夫妇敬拜真神，齐来一齐来虔诚同拜上主，圣父独生子受生并非被造，齐来虔诚同崇拜，齐来虔诚同崇拜，齐来虔诚同崇拜主基督。到来朝拜圣子，夫妇敬拜真神，齐来一齐来虔诚同拜上主，圣父独生子受生并非被造，齐来虔诚同崇拜，齐来虔诚同崇拜，齐来虔诚同崇拜主基督。到来朝拜圣子，夫妇敬拜真神，齐来一齐来虔诚同拜上主，圣父独生子受生并非被造，齐来虔诚同崇拜，齐来虔诚同崇拜，齐来虔诚同崇拜主基督。